在打心脏的时候，先要把二尖瓣找到，然后再用 M 模式。M 模式，然后在二尖瓣处，然后进行采样。可以看一下，二尖瓣就在我们的侧身的时候，肋骨、心脏的位置，然后在乳头的下方，左乳头的下方找到以后，然后冻结。